海关今次侦破的怀疑串谋洗黑钱案，涉及30亿港元，金额是同类型案件中历来最高。海关在上个星期四采取行动，拘捕一家五口同一名找换店持牌人，他们涉嫌洗黑钱罪，年龄介乎25至62岁。找换店持牌人亦都涉嫌违反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。被捕一家人包括父母同三兄妹，父母报称无业，二哥就是涉案找换店经理。他们在2018年起先后开设100个银行户口，进行超过6000宗大额交易，大部分来自空壳公司或者不知名人士，当中有1亿7000万元款项涉及找换店，远低于店方向海关的申报金额。资金的来源是来自刚才都讲过了，我们初步的调查里面都知道是来自很多不同的第三者，不同的公司，是跟他们这个家庭是毫无关系的。而这些公司我们看过，大部分都是一些空壳公司。那些钱入了来之后呢，又经过他们的户口，是互相银行与银行之间也是互相过户。啊、然后呢就在很短时间里面呢就去、提走。提走呢也是去给其他不同的人第三者。也都有些是不知名的公司，还有些是一些律师楼的。海关发现这个家庭个人收入只有15000元到30000元，总收入只有7万，同所拥有的资产不相称。现时他们3000万港元资产已经被冻结，包括1500万银行存款和两个物业。据了解，找换店位于上环德辅道中，拥有人是一名姓魏男子，找换店的牌照已被吊销。海关在行动中搜查找换店和4个住宅单位，检获一批证物，包括预先签名的支票簿。在那个持牌人的家里，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已经签了名的一些的支票，当中一定是涉及一些户口的。我们就会去看一看究竟这些户口的拥有人是哪一个，为什么他们会签订一些支票会放在这个持牌人上，是不是又是借了一些户口出来呢，被人去怀疑做一些清洗黑钱的活动呢？东网记者蓝浩杰报道。